兄弟你好香，因为它代表了齐天的底线。这个摩托呀，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把这一刀砍到了大动脉上。智能手机发展到现在啊，国内外都出现不少知名的手机厂商，有的家道中落，有的国内国外通吃，还有一些厂商啊，只是在我们大陆卖的不行，其他地区还是混得风生水起。那大家熟悉的可能就是三星跟谷歌，但其实还有一个品牌在国外卖的也是非常不错呀，但是在国内呢就是没啥存在感。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曾经大名鼎鼎的摩托罗拉了。在2024年第一季度，摩托在美国的手机市场份额里位列第三，也就是说摩托是美国第二畅销的安卓手机。虽然跟苹果三星这种超级大厂比差距还蛮大，但相比谷歌它还是要强势不少的。那这次周琦表示对他们那个旗舰啊 X50 Ultra 很感兴趣，所以我就理所当然的拿了他一顿早饭钱整了一台。你别说，也是要4000多呢，不便宜。那这期视频我们还会找一个相似价位的国产机来对比。那像这种小众手机真的很缺流量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就一次性做到最好。那大家要是喜欢的话，别忘点个免费的赞，或者能投2个硬币那就最好了，因为这可能是你能搜到关于摩托 X50 Ultra 最详细的浅谈。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生，几日不见甚是想念啊。其实开箱这台手机的时候，我的关注点根本就不是它包装怎么样，也不是里面有什么配件，而是这个手机拿过来就发现这个包装盒好香啊，真的好香啊。当然我不是说它价格香，它是那种类似香皂或者说香氛的味道。那这个香味究竟有多浓，我们办公室离我5米以内的小伙伴都能闻到，甚至我把它放到纸上，不一会儿这个纸都会染上香味，让我想起来那句话，兄弟你好香。那罪魁祸首啊，加个引号，罪魁祸首就是这次我买的颜色，名叫香柏木啊，它是一种灌木，因为它的味道非常柔和，所以现在也被广泛的用于香水或者香薰上，所以这台手机的香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X50 Ultra 这个香柏木也是货真价实的木头材质，不过官方说啊是来自于峡湾生态木，并不是真的香柏木。那这个香味呢也是跟香氛公司芬美意合作来的。那说实话，这个香味确实是在开箱阶段给人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那这个不是摩托第一次用木头做机身了，老粉是不是都知道，那年我还在上学啊，我就看王自如的视频，早在11年前的 Moto X 上就有了木头的可换后盖。那这个实木后盖看上去非常的典雅，摸着质感也特别的好，有一种盘实木家具的感觉。但是木头用久了是会被盘包浆的，所以理论上这台手机用着用着它这个光泽感会越来越强，然后越来越有年代感。木头相比于玻璃一大优点就是轻， X50 Ultra 的整机只有197克，而且它的宽度只有72毫米，这个身材放到今天旗舰里面你都不用跟谁比，绝对是非常苗条好的，拿在手上毫无压力。但这台摩托的手感我觉得你要说细说吧还并不算有多好，因为它后盖跟中框的衔接做得很差，真的很差，这个段落感呀弄得非常的硌手。其实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在 X30 Pro 的视频里就提过，然而2年了摩托还是没改。这个摄像头模组在这群大圆里面也算是眉清目秀是吧，并且它跟后盖之间还有一道不可能的曲面，所以我觉得这台手机的颜值光看这个背面的颜值是不是还真的不错啊，你们能给打几分呢？它的后盖有很多亮点，但是正面就比较普通了，常规的双曲面，上下边框也没啥惊喜，而且我这台挖孔处的膜还贴歪了。但比起这个 X50 Ultra 的屏幕更让我难受，它这个机材是 1.5K 的华星光电 C8， 这部分跟小米14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是摩托这块屏上了微棱镜啊，所以它手动亮度跟小米14差不多，但激发高了不少，来到了1400尼特，并且它屏幕的功耗在 1.5K 屏里面也算是比较低的，平均0.53瓦。那这样的代价大家都知道，就是可视角度会变差，稍微偏一偏屏幕就会有明显的偏色，而且它是先偏红然后再偏蓝，屏幕两边的曲边呢也会有比较严重的亮度衰减。那不知道微棱镜这笔交易啊，大家伙觉得值不值呢？那更要命的是常规亮度下这块屏幕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抹布感，比小米14跟14 Pro 都要更严重。那要是亮度再低一些，你就能感觉到这块屏是又红又绿，非常的脏。屏闪这块 X50 Ultra 默认的是50尼特以上是单脉冲 LED DC， 50尼特以下会变成720赫兹的低频调光。那显示里它给了一个防屏闪模式，开启后全亮度都会变成单脉冲 LED DC。 这个表现啊算是今年旗舰里面最护眼的一批，但这个时候屏幕的抹布感也会变得更重啊。对了， X50 Ultra 目前也不能做到常亮的息屏显示。那刚开始我还以为啊是我没找到，但我请教了一位摩托区 UP 主，他告诉我摩托确实没这个功能，主要是我真不敢相信这都2024年了还有手机居然没有息屏显示啊，不对， iPhone 15也没有啊。突然想起来这个问题我们在 X30 Pro 那期也吐槽过，
摩托只有一个类似休眠模式的功能，熄屏状态下点击或者移动手机会显示一些信息，所以它是先熄屏再显示，不过它的反应比较慢，每次都需要等个两秒钟才会有反应。但是有一点可以表扬，摩托生成这块屏幕通过了潘通色彩认证，结果就是同一张照片你用自然或者亮丽模式来看，这个色彩的区别都不会很大，并且光感都很自然。唯独它这个鲜艳模式呀，貌似没有色彩管理，颜色看着会有一些过饱和。在聊硬件之前，我想先聊一聊摩托的 MIUI，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对这个系统比较陌生。之前 X30 Pro 上那个 MIUI 4.0，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类原生。不过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啊，如今 MIUI 都更新到 7.0 了， 7.0 它现在还算不算类原生，咱们还是得请出案主老祖像素8专业版啊。首先一上来摩托这个过渡动画就给我整不会了，我没想到在今年还能看到如此草率的动画。打开 APP 就是界面的简单放大，退出的时候虽然会有非线性的过渡，但还是特别的生硬，打算动画呢也是干脆没有。相册里面打开跟关闭照片，屏幕还会闪一下。相比之下 Pixel 动画虽然没有那么丝滑，但至少人家的观感比较舒服。那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小伙伴会喜欢这种很快的感觉啊，这部分只能说是仁者见仁。不过在打开抽屉的时候，摩托跟 Pixel 一样都会有回弹效果，并且这个侧边返回的箭头也是跟谷歌一样有个边缘探出来的动画。那还有很多地方摩托也和原生系统保持高度一致，比如控制中心几乎一模一样，但摩托没法像 Pixel 那样两段下滑后显示电池的剩余时间。摩托还为咱们做了一些优化，可以像其他国产 UI 一样把控制中心跟通知中心分开，同时支持左右切换。设置界面的风格也跟 Pixel 没什么区别，设计相当统一，也没有多余的色彩。那说实话，习惯了国产那一堆花花绿绿的 UI， 再回来看这种简洁的设计，有一种大夏天突然来了一口冰可乐的爽感。相比原生安卓，摩托在很多地方都用了毛玻璃的效果，副一屏、后台界面还有控制中心都有，并且这些都是实时动态的。而且遇到一些不守规矩的 APP， 摩托大部分时候都不会像 Pixel 那样出现图标不适配的问题。那当然，要是遇到微信输入法和花瓣测速这种 APP 啊，目前还是没辙。有些被国产 UI 砍掉的功能摩托也都有保留，比如原生安卓的对话泡，来消息的时候它会从侧面显示出对话框，看着非常的灵动，而且跟 Flyme 的小窗一样，它可以直接选择不同的对话。可惜目前支持的应用极少，我只发现短信能用上这个功能，就连 Play 版的微信以及国外的一些社交 APP 都不支持。还有安卓12加入的极暗模式，你可以把屏幕的白底亮度降得非常低，有点类似于 iOS 降低白点值。那这个对于喜欢关灯玩手机的用户很有用，但是我非常不建议大家这么做。类原生的一大特点就是适配谷歌的各种小组件，而且有些国产 UI 虽然能下载但兼容不了，比如在橘子系统下载谷歌时钟里面的小组件大小是不能调节的。类原生的系统还几乎不会出现锁帧的情况，就算是地图类的 APP 它都能跑满144赫兹。当然既然是在大陆销售的手机，一些本地化的功能诸如三指下滑截屏、 NFC 门禁卡、大文件夹、小窗分屏它也都有，应用分身更是能做到6个。那这个难道就是海王专用机吗？它也能控制加速度传感器的权限，防止摇一摇广告跳转，并且摩托还很贴心给了一个仅在开屏时禁止，那这样就不会影响横竖屏的切换。摩托的锁屏界面自定义程度很高，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样式以及底部的快捷放置入口，甚至它还能像 iOS 那样放置小组件，就连互传现在也给补上了，而且它这个互传还是可以一直开的那种，不像有些品牌是十分钟有限制。除了这些，摩托还有很多祖传的快捷手势，像什么旋转打开相机、摇晃开启手电筒、翻转打开勿扰模式，之前用过大清的小伙伴应该都很熟悉。总之论系统的功能性，我觉得 MIUI 还真不一定会输现在某些国产系统。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既然有国产 UI 的功能还有类原生的风格，这个简单就是完美的系统啊。哎，那我要告诉你了， MIUI 确实第一眼看上去很美好，但实际用几天你会发现小毛病真不少。最让我难受的是它没有自家的消息推送，除了 QQ 跟微信这种在自启白名单里的，其他应用只要你没有设置自启，那大概率就收不到消息，就有种与世隔绝的美呀。还有说到类原生，大家可能会想到它应该是没有广告的，然而 MIUI 就做了一些错误的示范，在安装应用的时候它会显示出其他 APP 的广告，如果你在其他网站里下载安装包，它就会跳出一个大大的安全下载按钮，点一下它就会跳转到联想的应用商店自己下载，那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本地化呢？预装的软件有好几个，但相比于有些国产 UI， 摩托的系统还是干净很多的，除了上面我说的那些，其他自带的 APP 都没有广告，那说到底只有这个应用商店算脏东西。那按照魅族的话来讲，这个 MIUI 也勉强算了一个 2.50 系统，那它虽然有很多自带的图标，但它不支持第三方图标包。
而且摩托目前还不支持批量整理图标，拖动图标的时候也不能滑动翻页，这些反而是 Pixel 这样的原生安卓才会有的毛病。还有一些就是细节上的小问题，小组件跟大文件夹的圆角对应上机身了，但是后台界面没对上，而且有些 APP 的小白条不能沉浸，底部就会有个大窟窿。默认 DPI 呢也调得很高，系统的图片跟字体会非常的小。那最后如果你把桌面下拉设置成控制中心的话，那打开就没有动画了，只是一个非常生硬的渐变。不过想到这儿啊，我感觉我是不是对摩托有点太苛刻了，作为一个小厂，系统用这个完成度，别家的东西我不缺，别家有的广告我没有，甚至有些功能还是人无我有，那是不是还可以了？大家能给打几分呢？但如果你已经被其他国产 UI 给惯坏了，那换到这台手机你可能会有些不适应。摩托要是后续能把消息推送给补上，固定动画做得自然一些，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系统了，尤其是对于类原生爱好者来说。 X5012 的外接配置给的很丰满， IP68 无线中网还有 USB3.0 这几个旗舰三大件它都有。指纹是来自汇景的超薄指纹，解锁位置非常的合理，要知道这个价位啊，有很多手机都是在用短焦，可惜的是它没有红外。想了一想啊，这也算是海外手机的通病嘛。马达弹簧感非常明显，默认的搜狗输入法震感很轻，用微信输入法也不会有好转。不过扬声器的规格它给的很顶，上下都是瑞声的 115E， 翻译一下就是两边都是大尺寸的扬声器，并且顶部也有做开孔。但是感觉啊，这个调音没有调好，中高频还不错，但低频很少，听感很单薄，不如小米14 Ultra。总体来看 X5012 外接配置已经比肩很多大杯水平了，但是我告诉你，它最核心的处理器挨了一大刀，没有用上8Gen3，而是 8S Gen3， 这个就很难受了。要知道 8S Gen3 只是一颗中端机用的芯片，那所以我也不对它的游戏有什么期待了。根据 Perfrog 性能狗的数据， X5012 原始虚拟跑图只有 48.1帧，那远不如搭载 8Gen2 的 K70。但这也不全是 8S Gen3 的锅，摩托本身的性能释放也很怂，因为同样处理器的 Turbo 3表现就好很多。查看功耗才发现啊， Turbo 3能跑到6.4瓦，摩托就只有4.9瓦。但是摩托呢是一点都不凉快啊，接近45度，看来这个木头对于散热还是有很大挑战的。原神表现都这么差了，崩铁只会更糟。 X5012 一开始会锁45帧，最后的平均帧率只有34.9帧。 K70 跟 Turbo 3的表现也说不上多好，但总体的帧数还是要比它高不少的。游戏性能表现都这么不尽如人意了，那么摩托的日常使用会好吗？我们这台还是 16G 的版本的，25G 的后台留存测试里面，我们和同样是 16G 的 Turbo 3比，摩托重载了一个杀了两个，而 Turbo 3重载两个杀了三个，这一轮摩托小胜。而到了应用打开速度的环节，摩托就有点绷不住了，第一轮就耗时2分多，总耗时3分20秒，比 Turbo 3慢了40秒。那如果跟搭载 8Gen3 的1+12比，这个差距啊还会更大。而且这段时间我发现它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卡顿，也不是说有多严重吧，但时不时就给你来一些小掉帧，还是比较下头的，希望摩托能抓紧优化一下。还有一个比较出乎意料的， X5012 电池居然只有4500毫安时，放到今天那是妥妥的超小电池了，所以在我们最新的续航模型里， X5012 直接倒数第一，而且差距还不小，感觉这就是新一代的震动天使啊。但你还真别说，虽然摩托电池用的比较快，但它充电很快啊，用自带的125瓦充电，18分钟就能充满，并且它这个充电头是 C 口的，兼容性很不错，最高支持100瓦的公有协议，给一些独显的全能本供电都没有问题。除了充电头， X5012 本体的充电兼容性也是相当逆天，只要是支持 PD 鞋的充电头，它都能激发高功率的快充，用 vivo 这个120瓦给它充，它能跑到90瓦，而且它的亮屏快充最高能干到95瓦。但坏消息是温度一上来，这个功率还是会跌回去。
信号我们也测了，还是和 X24 Ultra 跟 X100 对比，如果信号比较好的场景，三台手机的网速跟稳定性都差不多，但是信号比较差的地方，摩托瞬间就萎了，网速不如其他两台手机，延迟跟抖动也会高很多。所以啊， X5 的外围可以说是重拳出击，该给的都给了，但是在 SOC 这个最核心的地方，直接就以老实求放过了。别的手机砍配置是把木桶的木板给做短，而摩托它是直接把一块木板给抽走了。之前我问周琦为啥对这个手机这么感兴趣，他说是因为相机。确实起售价4000块的 X50 Ultra 相机已经能达到各家5000价位的水准了，当然重点还是得看它的优化跟算法。我也是很看得起它呀，派出国际选手 S24 Ultra 以及国内价格跟它比较接近的 X100 来比划比划。先聊聊摩托一些花里胡哨的玩法吧。相机亭可以分别记录你4张不同的自拍，然后帮你拼到一起，省得你自己动手了。这个双景模式可以让你同时开启前置和后置一起记录画面，这个就属于 vlog 的爱好者福音。但是要注意，这个模式下视频格式会被限制在 1080p 30帧。那接下来这个专色模式，你可以选择保留一个物体的颜色，然后把其他颜色都变成黑白。那这个模式在前两年还是比较火的，不过需要你手动调整一下取色的区间，不然就会露馅。那聊拍照，咱们先聊聊它这个3倍潜望，传感器是老熟人了 ,OV64B, 这个在长焦里也算是牛头了吧。所以在原生焦段下，摩托的画质特别的好，跟三星那个小底三倍比，那是一眼的差距，和相同传感器的 vivo 比也没什么区别。来到6倍，摩托跟 vivo 都会触发高像素的裁切，三星掉出了第二颗长焦，摩托的表现依旧比三星要好，但是面对超分算法很积极的 vivo, 摩托会有一些力不从心，并且摩托这个镜片的素质啊，貌似不算很好，画面经常的泛白。如果拉到10倍，三星的 AI 发力以后，这个时候摩托就开始败下阵来，而且这时候画面泛白的问题也会更严重。其他两台手机啊，我还能看清楚画面，到摩托这儿就会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所以难怪摩托在相机里给了最大6倍的按钮，都没给10倍。那么摩托这个长焦就只有这点能耐了吗？当然不是，咱就是说啊，它这个光圈来到 f2.4， 这是什么概念呢？比现役绝大部分的 OV64B 光圈都要大，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得拉到晚上去再检验一下呢？果然呢，暗光场景里摩托这个解析力是这三台手机里面最好的，画面纯净度也最高，这回真成暗光长焦了。这组 vivo 已经在疯狂猜字，但摩托就很好的还原了出来。就算拉到6倍啊，摩托依旧能甩开拥有5倍长焦的三星，也能小胜一波 vivo。但是啊，我要说但是了，摩托这个长焦虽然进光量很高，但是在默认模式下它是没有夜景算法的，所以如果光线再暗一点，它的细节还是会有保留下来，就是画面会很黑。这个时候如果你打开夜景模式，摩托的画面就正常很多，表现甚至能追上一点 X100 Ultra。 这就说明摩托的硬实力还是在线啊，可惜好马没有配好鞍。它虽然没有现在比较流行的长焦微距，好在25-30厘米左右这个对焦距离啊，平时也能拍一些微距的相片，相比其他两台手机它确实没法怼得很近，但是如果你切到6倍来拍也还是有一臂之力的啊，画质也挺有保障。它的主摄 OV50H 也是今年的明星选手，但是相比于放大鼠毛，现在大家更关心手机的影调跟发色。那正好 X50 摄的影像也通过了潘通的色彩认证，实际的发色也正如其名，没有过多的修饰。这点我觉得啊，还挺新奇的，也挺有勇气。如果说 vivo 是9分糖，三星是7分糖，那摩托就是5分糖，不淡也不腻。当然这样做就是在色彩比较丰富的场景，它的第一观感没有 vivo 那么抓眼球了，比如拍拍天空啦，摩托看着就是没有另外两台手机生动。还有一点，摩托的 HDR 不会像 vivo 那么积极，画面里该保留的阴影它都保留下来了，观感没有蓝场那么的平。然后之前谈到的问题来到主摄又浮现了，因为镜头素质比较一般，所以逆光场景摩托很容易拍出紫边，而且在画面比较复杂的地方它还会多出很多锐化痕迹，比 vivo 还严重的锐化。现在大家在相机里面都有那个2倍快捷按钮，摩托在相机的主界面也没有，它是藏到了2级菜单，实际的解析力也确实跟其他两台手机有不小的差距。到晚上摩托的高光压制没有问题，遇到小面积的红色灯牌也能很好的还原出来，表现明显比三星要更好，但如果是大面积的红色那还是会偏色。极限夜景三台手机的差距很小，仔细看的话摩托还要比 vivo 要强一些，但如果你的画面有大片的主体物，摩托的 HDR 就会有概率翻车，高光柱会直接过爆。J1 的超广角到现在已经是烂大街了，但摩托把焦距做到了12毫米，是今年手机里面最广的一批，那画质也完全不虚其他两台手机。不过和长焦一样，一到晚上成像素质就不太行了，还是吃了没有夜景算法的亏。摩托三个镜头都支持 4K 60帧，但是录屏的时候不支持随意的镜头切换，那前置最高是 4K30， 不过同价位那个 X100 好像也不能切镜头。那规格只是最基础的，咱们还是得看实体表现。首先主摄这块，摩托在动态范围上翻了车，
窗外细节完全过曝，跟 vivo 比啊都有很明显的差距，更别说三星这种教科书了。好在防抖发挥的比较好，甚至剧烈跑起来这个时候啊，摩托比 vivo 还更强。不过这个时候三台手机都出现了电子防抖引起的画面闪烁问题，摩托是最严重的。并且摩托的录像出现了很多锐化，颜色也是这三台里面最寡淡的。不过长焦这块摩托扳回一局，细节明显比另外两个好。但如果拉到六倍，它就会被三星甩开了，毕竟人家有个五倍长焦嘛。至于暗光录像对比这个环节，摩托就有点力不从心，基本上是一片死黑。那 vivo 跟三星好歹还能看清楚画面的东西，那切到长焦，摩托也没有因为大光圈而实现反转，成片依旧是这三台手机里最黑的。那所以怎么评价 X50 Ultra 的相机呢？我觉得它真的尽力了，硬件给的很足，长焦的表现也有惊喜，并且算法也是几个小厂里面最稳定的。但和那些拥有成熟的影像团队的大厂比，摩托的缺陷啊确实显得有点多。后续要是 HDR 再积极一些，两颗富士的默认模式也给上一点算法，那还真就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相机了。那最后再说一个小问题啊， X50 Ultra 的相机支持 HDR 显示，但只有主摄一倍拍摄的画面能触发，其他的像什么超广长焦还有主摄两倍裁切拍的照片都没有 HDR 显示，体验比较割裂，希望后续能通过 OTA 解决一下。那大家都说现在的机圈是一片红海，有些曾经在内地混得风生水起的品牌都没能笑到最后，但就算成为了小众的选择，我们也一直强调他们有自己存在的意义。买三星是为了高自由度，买魅族就是为了 Flyme， 努比亚也是一直在坚持做真全面屏。那正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定位，所以这些手机也一直都有消费者愿意买单，在线上大家也会为这些产品发声。而这个摩托 X50 Ultra 它到底适合谁呢？说起来啊，摩托也算是这个小众手机里定位最不明确的了，首发3999，跟小米14和一加12一个水平，但他们一个有最全面的小屏体验，一个是这个价位最水桶的大屏机。即便是海鲜市场，现在 X50 Ultra 512G 的价格还有3500，跟其他限量后的国产机啊也没什么优势。或许它是配置最高的 8S Gen 3手机，但我还是认为手机最重要的就是核心。你们看现在各家旗舰系列的标准版和 Ultra 的差价越来越大，但标准版依旧得保证用上最好的 SoC， 因为它代表了旗舰的底线。这个摩托呀，千不该万不该就是把这一刀砍到了大动脉上。所以这个时候我转变了一下思路，核心不尽如人意，但外围配置该给的都给了，拍照很不错，还有类原生的系统设计也非常独特。哎，这个不就是一个适合国人使用的 Pixel 吗？在写这期稿子的时候，我们也翻看了一下我们 Pixel 8 Pro 视频，发现很多小伙伴都需要一个有原生安卓设计、系统纯净、同时拍照还比较好的手机，游戏呢也只玩轻度的，并且相比 Pixel 它还有双卡。普通消费者看到这个手机啊，可能会不屑一顾，有或者没有都无所谓，但是在这个行业待久了，我还真的不希望再少个这样能够给我们带来新鲜感的品牌。国内少有的类原生系统，现在独一份的木头后盖，它可能不是一台好手机，但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手机。所以我想推荐给现在想要类原生但又不希望失去本地化的朋友。摩托这个状态现在确实算不上乐观，别看它现在还有力气堆硬件搞 Ultra， 实际上它已经从之前高调首发8+1、870、两亿像素，到现在发布会只有不到半个小时，并且还是夹在联想笔记本中间发布的，感觉就像顺带发布的一样。甚至即使目前它在酷玩的基础评分只有18个人，对，你没听错，18个人。如果你对它心动的话，那就买吧，别等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那这也是我们坚持在做这种小众手机视频的原因，希望给真正需要的人看到他们的闪光点，也希望摩托能坚持带给我们这种独特的产品。那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结束了，喜欢的别忘了点赞投币支持我们，我是花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